香港有靓嘅海岸，但系你想同胶樽游水，定系想同胶袋晒太阳，亦或想同纸杯影相呢？唔想大煞风景嘅，去沿岸地区同埋玩海上活动嘅时候，唔好使用即弃嘅物品，仲有唔好留低垃圾，将佢哋带走同妥善分类回收，唔好俾啲垃圾影响到海洋生态。想要个靓嘅海岸，就要大家一齐帮手，身体力行，实行源头减废。